OK， 我们来看一下这次改的衣服有哪些好了。看下这衣服啊，军火走私的套装，哇，枪战者，枪战者，武装分子，巨炮，然后叛乱分子，哇，这比较帅啊，用这个，还有高级军官，神射手，手枪，哇，这个。这个好像修车的哦，哦，哇，这个好屌啊！潜行者，这潜行者太亮啊！好，我选这个叛乱分子好了，这看起来比较有车手的感觉。OK， 那这边还有东西吗？啊，好，我先看到这边好了。哇哦，那外观不一样哦。然后我来看一下这个武器的改装好了，这个武器改装有什么 ？OK， 它可以放大看，看放观看是这个。啊，它可以升级耶！我先看一下扩充弹夹是长这样，然后手电筒，哇哦，好帅！猎鹰器，然后这个是哦。富豪涂装啊，哇，金色的哦。OK， 还有什么？没有，好，升级咯。升级手枪 MK2 73,000。哦，哇哦，马上拉近耶。看一下这个弹夹。弹夹是哦。哦哟，扩充弹夹。哇，多了好多东西啊！啊，另外三个需要解锁研究，就是有钱还不一定买得到啊。这个会发出颜色与枪的色调相配的标记子弹啊，是哦。那怎么测？我试试看这个弹夹好了。OK， 那个瞄准镜呢？没有附加。哦，还有固定瞄准镜哎，哇哦！手电筒呢 ？A 色的手电筒，枪口呢？猎鹰器。我看下涂装哦，哦，数码啊，还有好多需要解锁的啊。林地，我弄数码好了。那涂装颜色有什么可以选哦，哇哦，可以选好多颜色哦。我随便配个颜色好了。等一下，我没改完啊。色调，哦，色调。是哟，经典泥色。这个蓝色好了，蓝色也 OK 啊。啊，还原就回去到原厂了嘛，对不对？我看下涂装可以再换什么。OK， 这绿色配这个颜色好像也还行啊。还 OK 啊。绿色，我试试看绿色啊。绿色就不能改涂装颜色了。为什么？啊，应该是配色关，应该是跟配色有关啊，所以没关系啊，我们就先用这个数码好了。数码配红色，色调用换个颜色，金色吗？哦，这好亮啊！好吧，先这样啊。手枪就长这样，拉近距离看一下。OK， 这个冲锋枪我看一下可以升级什么？等一下，我再看一下手枪啊。所以它升级完之后，就之前你买的那些东西就用不太到啊。我再补充一下这个什么激光弹哦，补充一般，好，都买下去好了。好，我现在改这个冲锋枪啊，它原本是长这样子嘛，对不对？原本是长这样，那升级之后呢，850,000冲锋枪 MK2， 我们来看一下它升级的样子。
哇哦，这个子弹全部埋下去了。弹夹有什么？扩充弹夹。哇哦，这个一样给他用标记弹好了。手电筒，我就放在旁边哦。这瞄准镜呢？哇，还有全向式的，但是需要解锁。那小型跟中型，哦，看起来不一样哦。枪口就很多哎，有灭音器的，那我都可以选。要选哪一款？分叉型枪口，它可以增加准度哎。那灭音就不行了，那我随便装个。不晓得它的性能有什么，反正到时候再试试看。那枪管有什么？预设是这样的，还有重型的要解锁。涂装呢？哦，涂装就是目前就是林地跟数码了，其他全部都要解啊。那这个就给它林地好了。色调呢换一个。这颜色你再自己去选择吧。我只是大概配一下色而已，我真的觉得绿色配蓝色真的很丑，换一下好不好 ？OK， 这个应该还 OK 啦。OK， 那突骑步枪啊，这个之前的都再见啦，换了，换掉。哇哦，哇哦，它变得不太一样了。好，这个弹夹呢，一样是给它换成这个款式啊。哦，它有握把，前面多个握把，增加准度的。然后手电筒，这个就给它用到最好啦。对，枪口也是，枪管也是要解锁啊。涂装呢？好 ，OK， 那我先用数码好了，因为数码可以换这个颜色。OK， 这个红色好了。等一下，还没改完色调。啊，这颜色不好看。好，这样子好了。好，这台。这把枪改好了，换卡宾枪。卡宾枪有没有长这样哦？要变了哦，变哦，变长了耶！哇，子弹给他买齐啊，对不对？那弹夹就给他换最好的嘛。之后还有燃烧弹、穿甲弹、全金属外壳弹，嗯，好期待啊！握把。手电筒、瞄准镜，我这是肯定要花不少钱的，给它装下去啊。枪管也是解锁，服装就啊，好啦，这个数码迷彩 ，OK， 这个随便选个颜色好了，颜色都差不多，红色，橘色。色调就不改了，先这样啊。然后战斗机关枪升级喽！哇，这个要11万！哇，看起来好 power， 这好像是，这个好面熟啊 ，PKP 吗？还是 M248？ 好，我们直接改了。买，好，这弹夹，哇，这个弹夹扩充弹夹好大一个，那这个就变小了，这个当然是要越多越好啊，对不对？好，这个握把，瞄准镜，买，这个就给它买下去了。这枪管其实都改装的部分都差不多啊。这个绿色哦，好，这个绿色好，这个色调再换一个，
OK，再是重狙啊，这个重狙要再见了。喂，哦，不过它是有碳纤维在上面吗？一条条是碳纤维，不是它金属的。哇，刻度哎，这次改版做得很细哦，细致的感觉。好，这个弹夹买下去啊，扩充。它没有那个异光弹，它就是扩充弹夹。瞄准镜有缩放功能呢。哦，有缩放跟瞄准，不，缩放跟先进瞄准镜。夜视还有热感应。枪口呢？哦，好大个灭音器啊！这个灭音器当然要杀人于无形啊，对不对？只是选它伤害跟射程就降低嘞。这个、就给它这个菱形枪口。好，枪管也是预设跟重型的。我之后如果更新之后再跟大家介绍好了。这数码就先这样，颜色我就先不改它。看看是什么颜色，白色好了。色调呢？哦，这金色蛮好看的，它是米黄色。啊，这个枪介绍到这边啊，给大家看一下成品。OK， 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们现在要去改。我这边可以用东西吗？喂，我看一下前面。这台车可以用炮管吗？啊，这个锁头啊，锁头应该是任务做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我可以解锁。那解锁再去，应该可以获得一些东西吧。好，我们先介绍到这边。